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II 的袁一奇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终极任务的公演。耶！谢谢，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，好厉害！谢谢，太冷了，谢谢。谢谢。老公，他们都是谁呀？谢谢。看到你是哪一位能打的困难吗？你等得像我的女人。谢谢。袁一奇，袁一奇，我们继续给你唱歌。谢谢。袁一奇。谢谢。谢谢，然后祝大家国庆快乐。然后是什么？学生时期印象最深刻的歌。哦，那很多。我有学生时代有自己做过曲吗？等一下，别提行吗？听。哎有。啊？什么样的网络歌曲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也听。啊，你那个时候你是网络歌手。但是就是不是很红的网络歌手，就只有自己的那个几个同学听。对，分享一下呢。这就是其实他们都知道了，就是有一首歌叫我说不出口，埋葬过去，蛮有那个风，那个时代的风格啊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我有一首这样子的歌，然后但还是劝大家不要去听，并且很痛的样子。挺痛的，那是我12岁写的歌，怎能不痛呢？你12岁就这么痛啊？对啊，我就是一直都走青春疼痛风。然后呢，我等一下不说，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是《不分手的恋爱》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没有。怎么唱来着？不知不觉不问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，不知名的某个夜晚小巷，爱悄悄流淌，泪悄悄流淌，泪悄悄流淌。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。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。好，可以了。对，就很喜欢，以前很喜欢听网络歌曲。真不错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下排小伙伴讲 MC 吧，耶！我要唱歌。